年二十五日到期，连登两度的梅雨，甚至到苗栗县后龙镇总府里，强硬叫八公下水的笋坎乌塌。现在也去蔬菜当减盐价，今年都当紧张。后龙镇公所对接到民众通报过后，已经同苗栗县政府通报话，县政府去飞卡美讲，现在去卡太爷工厂，听说我去同中央政治经费补出来账。从其实公厕案发嘅报刊，连续立下二十个公厕告，接到民众陈情，后龙镇公所腾腾安排公所人员先用帆布来当雨水，怎么引落水也提及继续立下去。不晓得这地址有没有哈？会还送人跑山呐、啊？啊，结果又下山下去了。这次对前一波梅雨就下山下去，又滑下去了。原来对五月底开始苗栗连续落水，居民表示双一层太雨，甚至都要三排的变水立下去。亚礼拜又开始落水，三排继续立下去，形成居民嘅屋嘅诸多损耗，同立下去嘅微缩动圈，全是个公差。民众当时影响屋嘅结构，只不过做菜不堪变水嘅。八公庙行开建造，现正一博看比八公庙长存一公差案业。那土地公这个平常的居民会到土地公这边来拜拜，然后在这个基地我们旁边还有住户，有好几户的住户在这里，所以说哈，当然住户会出入，当然一定会有一个一定的危险，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县府能够把赶快把这个抢修起来。正宗朱秋龙同几米强下点向衣服，希望八公保佑天使转好，不看莫继续落下去。一下县政府按算爱增压不看工厂经费爱发1200万，县政府每件同中央来争取。在下之前几米制作的求天公八保佑莫继续落水，做强压全岛的天气越推越好，影响到民众的福嘅。客家新闻总资面，苗栗报道。